感受一下这样全亮好不好看啊？不赛博了。我们这次拍摄的是条非常酷炫、非常有未来感的时尚视觉短片，拍摄场地就在这个有天窗的影棚。之前看到很多未来感以及赛博朋克的片子，有非常多线条光的运用，所以我就主要利用新出的二代管灯进行这次的未来风创作。到了场地以后，我们先把准备好的12根管灯依次编号，进行拍摄前的灯光设置。这次的灯光我们全程都用 NANLINK 的 APP 控制，具体的操作方法我放在片子的最后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先收藏。哎，这不错的，这不错的，这效果还可以的。这根杆子接三个，接三个这种环，这个东西好看，那整个片子就好看了。置景部分除了管灯，这次我还用铁丝网加了一个比较有科幻感的主体，上面挂了很多的灯具，有直播用的板灯、LED 软性灯带、 5C 还有 MixPanel。 拍摄的时候我会让 5C 和 MixPanel 闪烁起来，更有未来感一点。够了吧？再高再高再高。灯光部分除了前面提到的管灯、 5C 以及 MixPanel， 我还用了 Forza 500加流光箱打了一个顶灯作为人物的面光。好，准备。好，脑袋稍微微转一下，走。个别镜头我还用到了一字激光笔，它射出来的光线是条绿色的线条，电子感和未来感的片子，用它来做一些扫光再合适不过了。走，哎，反复来，走。王，你再往我前面降落。这次拍摄也用到了 Forza 60配合聚光镜头，做了一些特殊的效果，比如作为闪烁的面光、跟随人物走动的聚光等等。挡一半。最后再来讲一下管灯的具体操作以及不同的效果。二代管灯的功能非常强大，这次拍摄主要就用了开车、脉冲以及闪烁的效果，还有其他更多的功能，期待大家一起去摸索。我是Xu Yao，咱们下期再见。说这为什么这么黑？我靠，我戴墨镜的。哎，真的，我说这画面怎么这么黑？